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能学长老号元慈，嘉义县东石乡人，16岁时出家，民国44年受比丘戒，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义顺导师6年，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为人慈悲，佛学素养深厚。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林学。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闲，而且经费也有限，所以所讲无遮济。各位若是有啥问题，使敲电话来问我。咱今日继续来讲这个《楞严经》第39集。今嘛讲楞严经的第二卷，这个经文啊讲，你的如是啊，欲以分别我说法轮为你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心。这段的意思就是讲，佛陀安尼讲啊，对阿难尊者讲讲，你嘛是像安尼啦哈。你如果认为讲会当分明辨别我说法声音的信息，就是你的真心。是心的，安尼，这个心吼，应该离了迄个所分明判别的声音呢，还有迄个灵分别分明判别的体性，可是。为什么离了所分别的声音呢？都无迄个灵分别的体性呢？经文阁安尼讲，比如游客驾校旅程。旅程就是旅社啦，哈、啊，渐至便去，将不相住。而将停人都无所去，名为停住。这段意思讲，有道安尼讲，
我比如像有一个旅客呢，旅客就是别家来佚佗，来驾校伫迄个旅亭，旅亭就是旅社，古代讲做客栈啊，啊，啊，短暂的，伫遐啊休困无偌久。变得离异，或者几点钟，或者过一晚就离异啊！啊，伊是客人，人客，所以伊要过去别家。将尾呢，袂等遐大食久啊！啊，但是若是咧掌管。旅亭客栈的迄个主人啊，伊都袂随便去别家玩去啊，啊！所以唔搭安尼做，店主就是讲旅社主人，嗯，就是讲。咱众生耳孔听声音，目睭看形色色。拄仔迄段讲，迄声音若失调的时，你迄个会当毋知影了知声音的迄个心色也着全无去啊，无有迄个灵魂别的心啊。所以佛祖讲，咱真正头前了一句讲，欲离真净啊，哈，有分别性，即念真心啊。啥物才是你真正的心呢？就是讲离了你头前所看所听的境界了，你也有迄个会当。分别性就是讲，啊，当了知讲，了知什么声音，了知什么形式，迄个会当分别了知，迄个才是真正咱真心啊！真心就是讲爱离了迄个真境、真定、六定，啊，有分别性啊！分别性是分别心哦，凡夫是分别心，是唔好哦。分别性就是讲迄个体性。有迄个分别的能力，嗯，迄个是咱的真心，真心有迄个了别的能力，但是伊无去分别心，嗯，啊，众生呢，是听声音，啊，声音就调伫心内，像录音机录起来，啊，看物件，听车别看看了。调伫心内，就像迄录音机，啊，当下接接接接遐，声音形形色色，接接呢，就成了个法尘，意识伫遐攀缘，伫遐做梦，伫遐胡思乱想，形成了迄个妄心啊，虚妄的心识，从咱个真心砍掉个。所以即卖就是讲，佛祖教咱看了就放下去，较听讲着，听了就放下去，袂使执伫心内。等咱一个面镜吼，食清楚啊，你，看一缕花就甲调伫去，一缕花调伫镜里，看一只狗，狗行伫镜，安尼镜哪会照嘞？就是旅客，迄外口，所看所听的是外口，六尘啊，像旅客啦，旅客看了就走去，啊，迄主人袂使走，经文搁安讲，处也如是啊，若见你心，即无所去。温和离声
无分别性，思觉起意声分别异呢？分别五样，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多无，非色，非空，故舍离定，乃为明体。离诸法，法缘，无分别性，即离心性，各有所缘，云何为此啊？讲这段意思，讲佛陀安尼讲，这也是安尼啦，哈。如果迄个会当分明了别声音的信息，是你的真心实性，安尼就袂随便对声音消失去。消失灭无去哈？为什么离了声音，都无迄个分别、分明、分别的特性呢？像安尼，起止是分别声音呢？分别声音的心识、理识啊，哈。分会当分别看清我色相妙缘分的迄个面容面貌，迄感觉嘛是像安尼啦，啊。所言所看各种颜色形体，也像安尼。离了迄个形式，都无分分明分别的体性存在啊。像这样，甚至绿色跟绿林，皮色的皮芳草，皮色离了迄个皮芳草的。啊，色色离了，枝叶当山，咸甘甜的滋味；啊，新色离了迄个所摸着的，咱身体延续的来讲，摸着这小的冷的、冰的、软的、哈、轻的、重的，啊，枝枝啊，滋味酸甜苦辣。啊，皮，知影芳个草，即咩桂花，迄桂，即桂花，迄啊做，啥物花个芳味啊？啊，内底意识，攀连迄个外口所录录个声音，所录个迄个影像，录影带，伫迄个内底形成了迄个法阵。法阵就是万法影像的阵来啦，或者法阵意识伫啊吼，哎，欣赏遐昨所看，两年前所听，啊，暗时啊伫啊做梦，遐种个法阵啊，啊，遐万法影像，即绿色绿景山绿色去演绿阵。离了绿阵呢，啊，都无迄个分明分别的体性。意识，而且意识伫迄个禅定中呢，无形式，但是也毋是空无的。印度迄个律师话道。有舍离的遐人呢，伊就无迈执着，
因为讲，这就是明体，明体就是讲明暗，才歹了解众生的本源真体啦。因为讲就是众生的真本源，不对。意识里个所言的万法影像，法尘，啊，就自然每一个分明分别的体现。啊，你会当言，会当分别的心性呢？各有所归还，消灭。这两字归还要特别注意哈，众生就是拢唔知哪样归还，看一项就去调伫心面，听一项就去调伫心面，所以才形成遐侪妄想。即马爱有归还啊，你看到一朵花，迄朵花爱行去行去。你看到一架车，这架车行去车车，你袂使下当你心内。咱眼识归还消灭遐形式，所看形形色色；你识所听啊归还遐声音，遐消息。会消失去，原来的是你的真心实性呢。咱目睭看形形色色，看看吼，啊形形形色色消消除去，你的心识也得对消除，迄就是妄心嘛。那真心要对妄对消除哈，还有迄个分别的性灵，哎，那是主人啊。啊，对消除伊个就是，过路的客人客，暂休一点哈。这道理食心水，该水去体会啊。伊个就是讲。因六尘了，六尘消失去，你的主人后会当清清楚楚，后会分别的性灵，迄个是真心啊，知影？爱定记咧头前迄句讲，欲离真尘啊，有分别性，离了头前的色声香味触法，你后会当有迄个分明万别的性灵。迄才是真正你的心，安知无？啊，你看看对迄个声尘消灭去啊，听听着对心的声消灭去，迄就是过去啊，毋是真主人啊。华严经来讲，自心圆五尘境界，本无有故，有无诸法。本不生故，如土觉定。一切万法拢是咱为心所造，咱心所现的遐影像啊，本来无实在法，啊，所以本来不生的。就像迄个啊，像土觉世间闹土啊闹觉，所以土觉是无是假的。弥坚经来讲。如海水伫风急，波浪无停止。经风吹来，色浪吹现。咱的心真心实性，本来像海水真平静啊。啊，因外尘六尘，六尘引力，就像迄风吹啊，波浪就一波安尼吼，无停啊。所以咱
体验的方式就像水泡检查线路经常讲所谓原念各地的前景概括说明为什么如此梦心以前境界随其相依啊，起无善好。耐心沿六尘呢，啊，就起了个妄心，所以这妄心含个前尘是共，共时起，共时灭啊。修炼念经来讲，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啊。未记慧物啊，失离本心，慧物所转。如过于时中啊，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即当如来。一切众生吼，拢是随物所转，你个心物不离动。心灵转物就生出来。如果安尼讲，我是，出世间尘，希望相信啊，行念真心，有念无事，即今生啊，因擦为主啊，心里欢想。我是轮回，众生的轮回就是因为你随心随境转起分别心。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等到台湾了，看到这个高云就惊足心，先发愿，发愿就白话，我正已经翻了143本，每一本翻了好拢印，几万本全台湾，逐间大学、逐间护士，拢寄啊寄连。啊！那是在家己书书记传道教的，到即马全世界，大陆、东南亚、美国、法国、英国、澳洲、新西兰，拢定是要过来教导。反正嘛，即时日都拢已经上无咧，个，记者既然办一个，好啦，自习班啊，继续不断咧接收一寡人讲理讲。想要出家培养人将来当如何方法而行？迄个马西亚一林奇斯达来甲讨八百本，讲伊马西亚设一个国际网站，将我翻译个经放互全世界知会着。安只我伫电视所讲，即因出版电视讲演集九本，各位若是啊，煞敲电话来本事。安只头前电就是建行即间。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菩萨，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净公主，伊南海菩萨三圣啦，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人参拜，我得到一大灵感，含我家己嘛得到一大灵感。我8、9年前和人五哥含海，从顶翻到最高，翻已经半法师嘛无做，伊搁直直要甲上诉，我跪到那300吨观世菩萨头前。其观世菩萨甲斗化界，有一人望见观世菩萨，我来我头壳顶，甲休甘露水，结果无偌久，真正最高法呢，都将伊上诉到驳回。我你到即马提袂出人情无情，无啥物新的证据，袂使去上诉，到这为止，他三顺定愿，令我清白，这就是观世菩萨甲解救的事实。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感谢各位，阿弥陀佛。Yeah.
龙岩古刹新桥红旗，中奉南海普渡山三百年观世音菩萨圣像，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新桥红旗数十年来推动育婴地位政策90万本，精散海内外，另外办幼学技术班，使用高理念，培育未来风范人才，并且办理基建事业，因为经费有限，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画卦符位，空空数数，百五八数，户名新桥红旗，电话0701-2291，6318391，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弘扬正法，祈愿长老上品上身，早日乘愿再来，广度众生，利乐有情。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共8堂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因缘难得，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报名电话：02-2631-0619，02-2631-0619。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在《维摩诘经》详集佛品中说，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佛土。有国民众香，佛号相机。香指离会，宣散芬芳，即是聚集之意，集聚功德。佛寺中的厨房常称为香机厨或香厨，其中的香是取香饭的意思。相反，一名典故来自《维摩诘经·香机佛品》中，一切十方皆遣化网，施作佛事，饶益众生。于是香机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这里的香饭不是我们一般所食米饭，而是香机佛三大阿僧祇劫即行大悲所熏的净果。仁者可食如来甘露味饭，大悲所熏，吾以现意食之，食不消也。其诸菩萨身闻天人食此饭者，深安快乐，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在香积佛的愿力成就中，众香国的香饭是无量福慧所成，可使罪垢脱落。为了维护色身所需，饮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环。每日的心情大多也为了图得温饱，在细细调味斟酌的同时，若能以慈悲心入味，护戒不杀，则最平淡的饮食也有了最深刻的滋味，那是绵长不散的戒德馨香。